马上要过年了，一堆烦心事，下班不想回家，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哎，哎呀，地瓜冷呀！这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个给你。不，你不是不让我抽烟吗？你还给我买烟？谁说我给你买的烟了？这是我从家里面找出来的。哦，金英，你慢慢戒嘛，少抽点啊。哦，好。对，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。你不是春节你不回家过年吗？我回你家过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机票和礼品我都买好了。现在就差你带我回去过年了。好，那咱上楼吧。那个，我正好看看你买了什么东西。哎，不行，我上面刚拖了地，还没干呢。你现在上去都给我踩脏地板了。哦，其实我知道你们男生平时上班白天要面对那么多人，晚上下了班还要回来陪我，能独处的时间就这么一小会儿。要不然你先打把游戏放松一下，一会儿再上去陪我。哦，行。啊，干什么？哎。啊，对了，我包了你最爱喝的番茄牛腩汤，我上去给你热一下。哦，好。